肆虐三年的疫情总算过去了，七大广福宫又恢复了之前香火鼎盛的热闹情景。今天是农历六月十九，是观音成道日，俗称观音诞。观音诞每年庆祝三次，分别是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、农历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，以及农历九月十九观音涅槃日。每逢观音诞，广福宫必然会准备丰盛的斋菜，让前来的善信享用。感谢义工们的辛劳烹煮，也感谢热心善士们的赞助，在此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。今年广福宫特别聘请潮州戏班演出助兴，既酬神也娱乐大众。